大家好，我系 Trisha，欢迎收听安播足球快讯。据 The Athletic 嘅报道，英超预计今个礼拜稍后时间会宣布由六支球队参加季前赛。2021年9月 ，The Athletic 首次披露英超球会嘅高层探索喺海外举办有意义嘅赛事呢一个可能性。他们的灵感是来自 NFL 以及 NBA 分别在伦敦和巴黎举办海外赛事的成功。英超最初提议在去年夏天去美国举行强化版季前赛，但是因为疫情原因未能够成行。去年10月 The Athletic 报道指这项赛事仍然在英超的赛事议程上，将会在2023年夏天举行。阿士东维拉、宾福特、白礼顿、车路士和纽卡素将会参加，列斯联亦有望参加，但是最终的参赛权是取决于他们在英超上的位置。他们最新的消息亦都指，英超预计今个礼拜稍后时间会公布这一项季前赛，比赛会在7月底美国东岸城市进行，一共六支球队参赛。对于这六支球队来讲，这个不单只是增加他们的球迷，还能够提高他们的商业吸引力啊。喜欢这条片的话，就记得给 like， 和要 subscribe 我们的 channel， 再 share 给你的朋友仔看。那我们下条片再见，拜拜。